眼下，各地水产也正肥美，等着端上双节的餐桌。江苏、浙江都产大闸蟹，哪里的个头更大呢？您仔细看，也注意听。临近中秋节，江苏各地的螃蟹集中收获上市。在镇江江心洲的一家螃蟹养殖基地，随着五六米长的网兜被缓缓拉起，一只只身宽体盘的地产螃蟹随网而出。今年平均下来，大概母蟹是3.5两，公蟹要达到4两。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呢，螃蟹呢成熟了8到9成，要是想吃更美味的螃蟹呢，还需要再等几天。